天哪！天哪！等别动，别动，我还没有 focus。黑到不 focus， 你的汗我不想说了。今天给你点赞，喝水，快喝。看我们的，哎，你现在放进来了，哇，我感觉我好凡尔赛，我有一个爱打扫的迪伦，他把这打扫的好干净，然后现在正在清这个炉子，对，还有点草，对，自己清洁，对，哇哦，那个 rack， 这个已经是。洗了好久，他在这刷了好久，刷不干净了，太难了。你知道这个是怎么弄的吗？嗯，就是烤茄子的时候那个汁它留下来，对，它就变这样了。天哪，这个太难弄了，就是。所以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就是定期要换吗？ No, 就没有办法打扫。你说这个呀？嗯，因为它那个汁滴下来，然后再烤，锡箔纸它就变黑。我垫了锡箔纸的，但是它那个汤会从旁边。那就换吧，或者就瞅着也没关系的。嗯，然后这个才难弄呢，还一点点一点点刷干净的。我还用了那个神器粉。啊，咦，给你点赞，你最棒了。清洁方面的说的。昨天我们买的这个三文鱼在 Costco 买的，今天呢？今天干嘛呢？今天呢，我想要做一个意大利面，放一点点三文鱼，这样院子里面采的一点点小番茄，然后待会儿也给它用上吧。我不太会做意大利面，没怎么做过。我教你。你煮开水，扔下去，搞定。Then push the pasta in between your fingers, and whatever fits is a single serving. Now you can easily measure out pasta for one, two, or a whole crowd. Can you repeat that? Sure. Hey. 这个的鱼怎么剥开呢？尝一下，尝一下，嗯，好好吃，蘸盐不？不蘸。嗯，可以吗？我那个酱在外面买的，随着就的。我下次要做那个奶油酱的。三文鱼可以再煎的嫩一点，哦，有点老了，哦，但是你的面是绝了，嗯，还有这个杯子。今天我们准备把家里面收拾一下，因为又到了很乱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桌子这儿就是很多东西，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客厅的窗台前面不是有一排那种小柜子吗？就这个柜子，然后我们就是很多个格子里面都放的零食，但是还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准备把它们重新 reorganize 一下，然后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反正就是把家里打扫一下吧。打扫 You ready? 最喜欢打扫卫生了，最爱。放眼睛的这个。One day I was so sad that it made me ill. This boy said that he's sorry, but he doesn't feel like he should have, or at least it's how I thought he should. And
把这边收拾好了。哇，之前桌子上都堆满了，我现在全部给他们收拾干净了。书架呢也全部重新擦了一遍，搞了一下。这边我的化妆区也收拾出来啦。暂时先这样吧，进度条缓慢。迪伦一直在收厨房啊，把所有的锅重新放了一下，然后杯子啊什么的啊。我准备去收客厅那个柜子。我妈妈哦，这里暂时收好了，我们准备要出门了。等一下，10分钟的时间，我去洗了个澡，换了个衣服，然后稍微画了个眉毛，我们准备出门。好饿呀，我现在都还没吃饭，忘记了，怎么办呢？我们太饿了，现在准备来吃个这个好久没吃过的拉面。他们现在就是外面已经就建了一个这种 patio， 我们要吃它的经典，一人一碗。你记得原来我们还会加一个菠菜，也可以加豆腐。他们家的那个黑的那个蒜油是好吃的，而且我很少看到就是不需要给小费的，因为他已经主动加了。好久没吃的叉烧拉面，这个汤超级浓郁爽。吃饱了吗？啊，比较克制。我刚才想，我说下次来应该点个加面的，就是。我们今天出去呢，本来是想要就是看一下椅子的，就是我们每天接视频坐的这个椅子。结果今天去呢，反正看了一下，然后还没决定好。唉，休息一下，我准备继续开始收拾。I won't admit it's true, but something's wrong with you. Something in your eyes tell you're into someone new.星尔克到了，我觉得还可以耶，我在亚马逊上面买的，然后他看当时要寄很久，不过今天反正我收到，然后买的7码，你看它稍微其实有点大，但我没穿袜子，穿上袜子应该就还可以。我们买了一个新相机，但是不告诉你是什么。我是比较保持。我看看，是索尼的 ZV1， 对，然后还配了一个这个杆子。我其实觉得它最厉害的是它对焦非常快，不过我试过很多相机，最后呢还是现在用的你们正在看的这个 G7X Mark II 是最好用的。所以呢我其实用来用去还是这个相机用的最多，还有就是手机，试试看呗。对，我们来看看吧。而且它里面有配自带的这种防风的。哇， so cute。哇，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是斜翻的，然后 G7X 是上翻，我觉得这边比较冷白，这边比较黄，但这边稍微自然电影感一点。但这个色彩比较酷，但那个比较真实。到时候放在镜头上给大家比较。你看这个定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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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好，好了，然后定，走，定，好。开心啊，比较适合拍美妆视频，可能就是产品线。现在调是中档的美颜。等一下，天哪，好假啊！你可以调低一档。对，可能调低一个吧。哇，这个太假了！你皮肤有这么好吗？没有，绝对没有。没有。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昨天去买回来的两把新的椅子，你往后面靠一下呢，喜欢吗？
其实我们想换这个椅子很久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之前坐的两把，这是他的，然后现在坐的我的，已经坐了很多很多年了。我这把椅子超级脏，然后经常呢，我们就是平时都是在家里面嘛，这个椅子也不是说最舒服的，然后我们两个经常都会腰酸背痛的。我们就终于想说换一个椅子，然后这个椅子也是我看大家推荐的，就是说它长期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需要长期坐着的人，就是背上的支撑啊或者腰部的支撑什么挺好的，但是这个椅子稍微就是有那么点小贵。然后我们两个是在 Craigslist。对呀、啊，对，他在，对，他就是有一些那种二手网站，还有我看什么，Facebook Marketplace 也有，就是很多二手的，然后可能很多是那种就是公司可能不开了，然后很多那种他们买的椅子，然后就会拿去卖二手。昨天我们去到的一家是迪伦在网上找到的，他们那儿全是卖这种椅子的，然后我们就选了两个，本来只想买迪伦那一个的，但是我看了一下，然后禁不住那个人一直说。就买了这把，这种的就是没有包装，上面稍微有点那种小小的瑕疵，但是我们就不太介意，我觉得坐一坐都一样。但卖家我就先不推荐了，因为我们也是在网上随便找的，我也不能够跟大家保证。如果大家也是 work from home 长期坐不舒服的话，可以做一下研究，然后搜一搜家里附近的这些。看这个坐上还不错，就是要学会调一下它。这个二手的呢，稍微就这些上面有一点点那种小的瑕疵，但是我觉得还行，就是我不是特别特别介意啊。然后现在这两把椅子就可以光荣的退休啦。这个也很重啊，我们也做了好多年，3年4年。这宜家的吧？嗯，我这个也是宜家的。光荣退休。拜拜，我的椅子。然后就先这样，准备放进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搞了一个调料，里面有蒜，然后辣椒粉、孜然、一点芝麻，然后还有葱，现在淋点油。酱汁就做好了，现在放入土豆。什么都不差，太好吃了吧？做的比较偏酸，我太喜欢蒜了，绝了！做的那种蒜香口味，哇，感觉非常的好吃，香吗？要是有折耳根就好了。先尝一下这个吧，哇，好狠，哇，瞬间穿越，嗯，下面回到了小区门口。我尝尝这个，就很简单，空气炸锅炸一切。空气炸锅真是好东西，真的太下饭了。天哪，你看，哇哦，哟。才没有录到，不知道为什么。不过 Vicky 已经把它整理好了，给你们看一下。绝了，非常的干净。现在你有点厉害耶。我正在查晚上要做的那个小黄鱼，看我怎么做。今天准备做这个小黄鱼，买的是那种就是已经处理好的冷冻的，所以它处理的蛮干净的。还是准备先给它腌一下下，吃一下腥。
泡都淋过呀。哇、哦，好香！香。想要煎一下那个小黄鱼，结果全部都煎散了。嗯。莴笋很优秀啊。嗯有。你煎。这不是全切了。啊！天哪。是不是比较特别一点？我觉得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我说我想要选向日葵的，嗯，因为我觉得向日葵好漂亮，好漂亮。老师，你给我弄个秋天的感觉。Love you。我好喜欢这个，这个好看。他我说的名字我记不住，太复杂了。哇哦！弄一弄吧。我每天就被你骗着去超市。我最讨厌去超市了。走吧，去这，去这，走。我穿上我的鞋，等一下。好，吉隆又给这个相机加了一个那种 wide lens， 就是你看旁边拍到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嗯，广镜。走吧。走吧。你给我的咖啡。也很烫吗？没有这个套子，我怎么拿？我昨天晚上看到就是 Taco Bell 有个什么 Nacho Fries， 但是它好像不是随时都有的。这就是你想吃那个 Nacho Box， 肯定的呀，它叫盒子不是吗？这个是 Nacho Fries， 所以里面这么多东西。好烫！我先单独吃一口。哇，卡路里爆炸！少来一点点，还有那个 cheese dip， 优秀 ，nice。那怎么吃什么都好吃啊？嗯、天啊！看看是不是能扭五方的五角形的？嗯，太香了吧！我们今天来看看植物。这 electric lime。是蛮漂亮的，它颜色好美。这个是养蚯蚓的，人家的这个的龟背竹真的是。好大哦！我知道了，你就是想买那个细细的，就是这个嘛。Right, you know, like more officey. Do you think there's like a, maybe a stool that I can? 这个好看。Dolly。回家，回家，哎呀，好热。朋友送给我们他家里自己种的这个火龙果，虽然就是个头稍微小了一点，但是还是很甜很好吃的。羡慕你的火龙果什么时候？那种那么大都是大棚。等一下，那你的火龙果什么时候可以吃？我预计明年。明年应该有戏。刚刚去邮局寄了个东西，我的妈呀，今天也太热了，我还穿了一条这种长的牛仔裤哦，赶紧回家。迪伦买的这个花我实在是太喜欢了，放在这儿每天看着觉得好美，后面还插了四朵向日葵，就是这个里面多的，我觉得它在这儿太挤了，所以我单独拿出来给它放在另外一个花瓶里面。哇，也好漂亮。这是昨天买回来的那一盆植物，然后因为它下面不是本来就这儿还有一颗，我觉得有点太多了，所以给它分出来了，有一个自己的小盆子。昨天重新浇的水在外面晾了一天，现在我给它放进来了。我还没想好要把它放在哪儿，而且我觉得就是想在它下面给它稍微垫高一点点看，再想想。我今天准备做一个凉拌牛肉，然后这个牛肉呢是我已经就是稍微码了一下，放了一点淀粉啊、盐、胡椒、酱油，还有一点点蚝油，然后给它码了一下，现在准备给它过水。这个牛肉只要烫熟就可以了。我们邻居他们家结的黑莓，我吃这个吧，这上面有个叶子。哇，好甜。好吃耶。要不种一点。
嗯，可以。我们准备买点蓝莓冻家里好了。好甜啊！对，真的。太优秀了，太棒了吧！这是什么好吃的？做了个番茄鸡蛋黄瓜汤。嗯，绝了。家里有什么就做什么。这也太下饭了吧！凉拌牛肉。Yep。这也太绝了！我不胖谁胖？巨热。这么热的天，我做了一个这么热的汤。刚才没有拍到，因为相机没电了。然后反正就是番茄鸡蛋，然后放了一点黄瓜丝进去，然后煮了一个汤。本来那个牛肉里面是想放香菜的，但是家里今天没有香菜了，然后买菜还没送到，所以就先没有香菜。但是我看就是大家说这个是减脂的，因为我这个牛肉不是肥牛那种，就是瘦的牛肉，然后又没有never mind。我在乎吗 ？OK， 吃饭。Moment of truth， 我不知道我这个能不能够放进我新买的花盆里面。诶，好像还不错。它如果再长大一点，这个比较现在可能看起来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再大一点的话，它的 size 就可以。这个白白的也蛮好看。我的鞋子上小女孩的发箍掉了。做一个小小的开箱，刚才在Target 买的东西，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吧。这个是我看美国的一个博主推荐的，就是他洗白色衣服的时候会加这个进去，然后衣服会更白。因为有的时候稍微没有注意区分的那么严格的话，白色的衣服有点染黄，然后我就看他说这个好像就会洗得很白。这是我最后选的明天的卡片。众所周知 Target 不是和那个 Studio Maggie 经常有合作嘛，这是他们系列的。我买了两个新的浴巾，之前我买的浴巾我洗了好多次，它是有点掉毛，我想买个这种白的，而且就是秋天，我觉得这种白白然后有点这种灰条纹的还蛮好看的。等一下要先给它放进洗衣机里面洗一下。就是我今天去就是去买了一些清洁的东西，因为我们家就是这种清洁的东西用完了。这是我新看到的一个牌子，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买的这个味道是叫做 Lemon and Mint， 它就是家里面到处可以喷的。 Windex 就是家里面比如说玻璃啊或者是镜子啊用这个清洁都特别干净。然后是看到它这个是和里面有醋的，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就是更好用一点，反正试一试。然后买了一个非常秋天的洗手液，我们家洗手液就之前用的是那个 Aesop， 结果 Aesop 那个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有那种颗粒，久了之后呢我觉得有点堵住了，所以它现在不太出那个洗手液了，所以买了个新的。然后买了一套，这个是那种餐巾布加上就是放餐布的这个环。今天在那儿的时候看到它的一个海报上面它是这样配的，就我觉得非常秋天的感觉。我现在想的是我今年秋天还会想要发那种装饰的视频，只不过呢可能不会像去年那样那么多，因为现在不想要家里面搞得好像特别多特别乱，喜欢稍微干净简单一点。所以呢我还没想好具体要怎么去装饰，不过呢我就是看到这个新的桌布我觉得好好看，巨蟹座的本命，对，所以我觉得很可爱。我想想在家里面可以放在哪儿，它还是后面是这样，就是可以挂起来的。还忘记了，就是买了一个这种蜡烛，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对这样的烛台，蛮适合我们家的那种颜色的风格的吧。不过它上面要放这种大的蜡烛，我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然后我家里面的那些蜡烛呢，摆上去都不是很好看。完了，我感觉又是太小了。Never mind， 失败，继续给它找适合他的蜡烛。你猜我穿几年了？那我猜，我当然知道了。哦，你知道？打进去就好了。好。哎，等一下，他们颜色是不是不一样？哎，对呀、啊，不一样。是不是你选错了？等一下，我 confirm 一下。我们家有只鸟。
还有他的 BB 哇，怪不得他这两天一直在那儿不走，那是他 BB 吗？肯定的呀，看不出来那是个什么，他像一只假鸟，动都不动。哇哦，准备出门吧，今天我们五周年纪念日，好快。 OK， 你过来我给你拍一张。哇，我们两个完全是两个肤色，两个肤色，太可怕了。我们到餐厅吗？还蛮酷的哦。哦，把我拍得好胖啊。它是一个就是蛮英式的一家餐厅，是不是有点英式吧？你看后面的那种，有点英式风。哇，感觉好棒。我最喜欢吃面包，全香的面包。它里面还有这个什么盐巴，对，盐巴跟 butter， butter， 然后混一混应该蛮赞的。这是那个蟹饼， crepe， yeah， 好吃吗？我们的吃的来啦，太爽了，我这个肉看起来好爽。这个是什么我不太确定，面包。然后你的，我的 risotto 感觉也很棒哎。Right in there, let that melt away. Please be careful, very hot. Nice. And that's the original hot fudge sundae.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Wow. This is chocolate sauce.好吃吗？哇，超级酷，我好喜欢。还是家里舒服啊！现在准备来开信吗？老婆大人，我是老婆大人。我来看一看。哇，我的字是不是很好看？真的耶！怎么了 ？Today， 我的什么？他写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下一定要吃很多。我吃的好饱啊 ！Love you， 我要去换衣服了，开始在家看电视，扫黑开始。